苗苗要去我们那个店里面看一下装修进展怎么样啊，顺便给我们那个足球课送点货过去。他之前拿了两个疗程，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然后又复课了，刚好离我们那个店特别近，顺便跟他一起过去了。你说在这里真正的夏天来了啊，今天30几。唯一的想法就是